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人跟阿四。今天是预产期的倒数最后一天，这个、孕妇呢现在去上孕妇瑜伽，那我们两个就闲晃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去走走一走。One hour later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火车那里。火车在哪里啊？好，行动有点迟缓了，笑笑。倒数一天呢、欸？对啊，你要看我的？你说错吧？你要看这个？好啊。距离出生还有一天。距离出生只有一天。嗯，这是绕去哪里？这样，哎、欸，绕去哪里啊？啊，就这样一圈了。好，走一走看看就好了啊！超大台的 GoGo 罗哎，好，麦小妹妹站在旁边，我们来看一下比例尺。好，麦小妹妹的身高是100公分，哇，那这个至少有1、2、3、4公尺哦。GoGo 罗的摇摇马哎，哇，两个人可以一起坐哎。啊，坐前面啦、啊！哎、欸，我们又超载啦、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们三个人呢？那时候只能两个人呢。这样随便走一走，看到一个超酷的东西，今天第一次看到，好恐怖哦！天哪，是什么东西？这边有一只机械手臂，然后旁边是那个咖啡机。反正就是机器人做咖啡给你喝，超酷的。我们决定来试看看，而且没有很贵。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机器人怎么帮你煮咖啡，填你的 email， 注册一个账号，支付方式。好了之后，他会给你一个 QR code， 扫描 QR code 之后，机器人就会做咖啡了。所以我在这里。对，在这边扫描。对，放着。好，制作中了。接收订单。没有，慢点，慢点，要看。哇，速度很敏捷。在做咖啡啊。他们有磨豆的。好，他把豆子磨好，然后拿过来了，然后塞进去。哎、欸，那不用压哦。我妈，我看不到，你看到我吗？然后拿杯子。摸多一点就看得到了。哎、欸，干嘛啊？加冰块，他在加冰块。啊，我看你戴眼镜到我。可以。哎呦哎呦，还要自己还会按呢。好。什么机器啊？机器人。这是大机器啊。这是大机器。哎，睡着了、啊。喂。嗯，好。然后加水，因为是美式，美式就是意式浓缩加很多水，就变美式了。然后它不会盖盖子哦，它应该直接端出来给我。有啊，盖子没？有没有盖子？它会盖盖子吗？不会吧，盖子应该自己盖啊，会耶、欸！我盖个盖子要盖多久、啊啊？我老板，我要把你裁员了。哇，盖子很优雅哎、欸，死给！谢谢，哇哦！啊，冰美式怎么是用这种盖子？谢谢。哎呦，哎，他还把这个洗一洗，哎，
马上做清洁，还有一点甩甩的动作。这部分比你太多了，太干净。哇，马上清洁起来。哎哎哎，哎呦，马上清洁。哪有姿势？这样。酷啊！你有在学机器人？机器人是这样子啊！哇，这个杯子很漂亮，一个机械手臂。来喝看看哈。跟 Seven 的比 ，Seven 比较浓啊。啊 ，Seven 多少钱 ？Seven 50块。这个。这个。在表演一场秀给你看。哦，这样哦。它、啊、跟星巴克的比诶。机器人，小心哦！机器人准备取代你的工作。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篮球场，好可爱哦！而且不用钱，免费的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球员入场。灌篮呢，灌篮，也都没声音的。哎呦，进来，棒哦，挥挥手。Give me five， 我那个 Give me five 要跑出来。这球好像是标榜静音球，哎，是没有声音的意思。投篮就投篮，还要那个脸。哇！那、欸、球真的超酷的，静音球，而且还有弹力。觉得有小朋友在家玩这个球真的是很赞哎，就不会吵到邻居，也不会吵到你自己，而且颜色又很讨喜。皮洛洛。来练习抱一下弟弟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让弟弟的手跨在你后面。你准备好当姐姐吗？啊，你手要撑他屁股啊，一只手撑他屁股。好，这个小朋友自圆独享的时刻，一滴一滴的慢慢在流逝。接下来就是分享的人生。我想要吃到冰淇淋。好，跟弟弟要一半哦。好，我要吃到饼干。可以吗？